手不能碰这个电池，让这个电池落在瓶子里面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你的。哇，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确实挺难的。用知识碾压妈妈的小棉袄，来，手不能碰这个杯子，你要是能把这个乒乓球拿出来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你的了。哇，我炸。哎，这回不算，你那么喜欢吸是吧？这回我放个硬币，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就再交50给你。我就不信了，有人这个硬币这么重，我就看你怎么吸。哎，你看这个日本的和服真好看耶。你知道饿死一个人需要多少天吗？你知道人体含水量有多少吗？你知道肉类怎么脱骨最快吗？这我哪知道呀，这跟我说和服好看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告诉你，人光喝水不吃饭能坚持60天饿死。人体的含水量占78%，肉怎么脱骨最快？把肉冻到-30°C，用开水倒上去脱骨最快。你怎么知道呀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太吓人了。我怎么知道？这些数据都是日本人活生生拿中国人的身体实验出来的。人能坚持60天活活饿死，是日本人拿中国男人实验出来的。人体的含水量占78%，是日本人拿中国女人在火炉里烤干实验出来的。肉类脱骨实验是日本人拿着中国小女孩得出来的。日本人也太没人性了吧。人性？你跟鬼子谈人性，你现在听听都害怕。那我们当年那些先辈是如何面对的？至今日本人生物医学世界领先，你知道原因吗？是因为日本科技发达？是因为日本人保存了恶贯满盈的731部队从中国人的身体上得到的每一项实验数据，每一项数据的背后都包含着中国人的生命和鲜血。今天因为有些人喜欢日本的动漫、美食、和服等等，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先辈流鲜血，这些国仇家恨就应该植入在中国人的基因里。先辈以鲜血换当下风平浪静，我辈没有资格替先烈原谅。牢记历史，国人当自强。 Nice。 来，移动一个里子，使1234变成4321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你这一周的零食我包了。哇，可以啊。让我想想。再来，这回挪动一个里子，使横竖都是5个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就免你1个月的家务。横竖都是5个，这才8个。来，你要是能把这杯水倒过来，并且水不会洒，那我就带你去吃大餐。但是你要做不到，你就把我之前那些钱还给我。你以为你拿一张卡片盖住水就不会洒出来吗？你还是太天真了，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，好不好？水真的没洒？举个投影都没问题。有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真的。别笑，你因为倒都没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三国基本都是狠人，水浒基本都是男人，红楼梦基本都是女人，西游基本都不是人。我让你写四大名著的观后感，你咋还在这给龟开累了呢？
三国是一群叛乱，水浒是一群醉汉，红楼是美女争艳，西游是动物泛滥。三国是军师救我，水浒是哥哥救我，红楼是妹妹救我，西游是悟空救我。三国写的是官，水浒写的是匪，红楼写的是人，西游写的是妖。看三国满脑子是计，看西游满脑子是奇，看红楼满脑子是情，看水浒满肚子是气。三国朋友靠不住，水浒老大靠不住，红楼亲戚靠不住，西游神仙靠不住。你这是谁都靠不住呀，是吧？三国得靠本事，水浒得靠自己，红楼得靠关系，西游得靠后台。三国我们军中有人，水浒我们道上有人，红楼我们朝廷有人，西游我们天上有人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得有人。总结，哎呦，还有总结啊，看一下啊，我们又何尝不是怀着一颗红楼的心，活在三国的世界里，想交几个水浒里的朋友，结果呢，遇到的都是西游记里的妖怪。你这总结啊，不能碰这两个杯子和吸管。如果你能做到把大杯子的水引到小杯子来，那今晚我们就出去吃。真的、你干嘛？不能碰到吸管和杯子的哦。哎呀，走啊，去吃啊。用知识碾压妈妈的小棉袄。手不能碰这个硬币和杯子，不能用嘴巴去吹，更不能捶桌子。你要是能让这个硬币掉进杯子里去，那这钱就是你的了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拿水来干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不能碰到这个硬币和杯子的哦。一会儿妈妈，你信不信我能用这根竹签穿过气球，气球不爆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你蒙谁啊？牛都给你吹上天了。你要是有这个道理，你要是能做到，那我就奖你一百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个竹签那么尖，怎么可能气球不爆？大哥，懵了吧？懵懵的。一会儿。你这是吃啥吃的呀？哟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咋就不少爱干净呢？啊？那古话说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你看看你。我话还说人不可貌相呢。哎呦，这是要跟我杠是吧？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。古话说姜还是老的辣。古话还说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古话说邪不压正。古话还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后浪风光能几时，不见今人胜古人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还有词吗？有，继续。百事孝为先，忠孝两难全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无撞南墙不回头。我还有词吗？继续啊。洁癖，洁癖。混沌，混沌。铜臭味，铜臭味。生肖，生肖。亮妆，净妆。蛋挞，蛋挞。花蛤，花蛤。殷红，殷红。粗犷，粗犷。晕车，晕车。拓本，踏本。字体啊，字体。嫉妒，嫉妒。心宽体胖，心宽体盘。果实累累，果实累累。哎呦我的妈！妈妈，今
今天我累了，明天再辅导你吧。好的。哎，不对吧？是我在辅导你吧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你说呢？来，新挑战，你要是能用这根筷子把这一杯大米给提起来，那我就给你100。但是如果你做不到，那这一个月的家务就你包了。可以呀、啊。那你来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个大米这么重，怎么可能用一根筷子就提起来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已经试过了，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有人懵了吧？来，继续挑战。这是我设计的小蛮腰，规则是手不能碰杯子，杯子不能碎。你要是能把这张卡片抽出的同时，硬币和乒乓球同时掉进杯子里，那这些钱就把它抽走吧。我就不信了，这还难不倒你。来，你能帮我把这个瓶塞拿出来吗？前提是不能用任何东西去撬这个瓶塞，也不能破坏这个瓶子和瓶塞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就给你100。但是你要做不到，你就把我之前那些钱全部还给我。把瓶塞塞进去，然后再拿塑料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家的塑料袋用完了，没有了。是不是很难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叫你取瓶塞，你拿科学出来干什么？你要是能做到不碰杯子把钱拿出，那这钱就归你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地找了一个玻璃杯，这个玻璃杯可是很重的哦。你倒这东西来干嘛？我操！用智商碾压妈妈的小棉袄。你要是能做到不碰这两个杯子的情况下把这钱拿走，那这钱就归你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是啊。看这杯子都歪了，有吗？这里有一把黑豆，你的手不能碰黑豆跟盘子，也不能使用筷子和勺子。你要是能把这黑豆挪到这个盘子里面来，那这个就是你的了。哼，你还想把它吹过去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等我一下。你这是要干嘛？我炸！来，你把这个诗句给我补充完整。借问酒家何处有下句？楼下拐弯往里走。往哪儿走？往里。牧童遥指杏花村，行不行呀？啊，你可真厉害呀，人家都是造句，你呢搁这给我造诗呢呀。来，这个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下一句。唐僧洗头用飘柔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山外青山楼外楼。来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妈妈辅导我发愁，辅导起来无厘头，听得我像在梦游。你吃了吗？妈妈招尺子干嘛？干嘛？你奶奶不在家，你猜我招尺子干啥？哎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。来，老话说人定胜天，老话还说天意难违，老话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老话还说
无一用，是书生。老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老话还说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好男儿宁死不屈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百事孝为先，忠孝两难全，日久见人心，人心隔肚皮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光芒的凤凰不如鸡，路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，自家扫取门前雪，莫理他人马上霜。我故意把这个瓶塞弄进去了，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的话，那我就给你100，但是你要拿不出来，你就把我之前那些钱全部还给我。你拿筷子也是弄不出来的，我专门找了一个长脖子的瓶子，就是想为难你的。你别笑。你拿个袋子来干嘛？你是准备用这个袋子把瓶塞拿出来吗？你们小孩子的思想啊，真的是太天真太简单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今天这个挑战啊，我要一次性全部把我失去的全部拿回来。我操！一个人懵了吧？老花子是不是懵懵的？妈妈说明书，品名妈妈，通用名母亲，化学名称中年妇女。主要成分水、蛋白质、脂肪、核糖、核酸、碳水化合物及少量矿物质，气味甜味微苦，理化性质酸性，易溶于甜言蜜语以及考试及格。性状本品为凹凸状，表面光洁，涂有各种化妆品，对首饰、衣服、包包有磁性，与爸爸发工资时效果更佳。使用时温柔体贴，偶尔粗鲁野蛮，存放时间久后会出现黄斑、起皱、松弛等现象，但不影响继续使用。功能主治孩子的吃喝拉撒以及爸爸的工资保管，适用于烧、淘、洗、买、辅导作业。副作用易出现耳膜受损、行为受阻等现象，严重不良反应者可致皮肉损伤。用法用量一人一个，顺着使用效果更佳。禁忌：考试不好时使用会造成不良后果，注意事项：切勿与成绩好的孩子的妈妈放置一起。规格偏重超标，但不影响使用。储藏放置沙发或床上半躺刷进储藏，有效期一辈子，生产日期见身份证，生产企业姥姥姥爷。你可真是个人才呀！